我在我们家突然发现不管在客厅啦，还是眠床顶啦，还是椅子顶，常常都会看到钱，我就去质问阮家的猫。B B， 钱是不是你丢出来的？没想到，真正去给我落掉。原来我们家真的有一只招财猫，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啦哈。就是有一天呢，我在我们家突然发现不管在客厅啦，还是眠床顶啦，还是椅子顶，常常都会看到钱。我就想讲，怪奇怪，咪钱我大概藏好好，但是就是拢会搁走。我就去质问阮家的猫啊。B B， 钱是不是你丢出来的？但是我问伊都无效，伊也袂甲我应啊。所以呢，我就有一天想说，来偷偷的观察，结果想不到。那天我们就坐在客厅，没想到真正去给我落掉。原来伊就是拢去因哥哥的房间的存钱筒，然后把钱夹出来啦。原来我们家真的有一只招财猫，不对，是偷财猫。怎么会这么爱钱啦？再夸张一点嘛 ，iPhone 键也不能睡成这样子。你再夸张一点嘛，有够好玩的，这个够夸张的啊！台台风天外面，还能睡成猫，只是猫睡成这样子，够夸张！你再夸张一点嘛，睡成这样子。好，好，动一动，起来了，起来，不要睡成这样子，很夸张哎，你够夸张的说。不要再动了，他准备抗议了。太夸张了！你没有看过猫咪吓人吗？哦，他还想吓第二次吗？台球，台球，台球，台球。台球，
Hello， 你说什么？爱讲话啊你啊！你到底是人还是猫啊？毕竟要是一个身份嘛。按钮在那边。阿虎，怎么了？肚子饿了吗？有没有请你倒下呢？你这个身材还要吃吗？嗯，你看黑妞，两个一对饱，差那么多。叫爸爸、欸。好嘞。去按吧。一只猫，全部可吃。你喝。大暖男啊，他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量姐姐有得吃。姐姐应该要吃的差不多了，你有要表示一下吗？你手是怎样啊？你是压抑住你很想要按的心情吗？只是不能让姐姐太胖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姐姐吃完了，然后呢？换你了吗？肚子压按钮，你越来越多绝招了哦。好了好了，姐姐要被你喂得太胖哦。爱讲话啊你啊，你到底是人还是猫啊？毕竟要是一个身份嘛。哦，好了，终于换你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贴心啊，等姐姐吃完呢，姐姐吃完了，她才会去吃。Hello， 阿虎。Hello， 你说什么？就家买的这一百块。它就是美镜必卡纸啊！哎呦，小心哦你啊！还好还好，还没有打。我这个淋巴结这里肿大了，它如果越来越肿没有消的话，就要去大医院检查。嗯，就是说。那就是人生啊！吃个鱼油，吃好鱼油。这是好猫猫。你们觉得阿虎它的个性算稀有吗？还是其实猫本来就是学习力很强，黑妞跟欧连就是属于利用型亲人，阿虎是属于绝对型亲人吗？其实也没有很亲啊。你要干嘛？我来了，阿虎，阿虎，我收回我刚刚对他一切的褒奖，这误会可大了。Hello， 小猫咪们，安安有一个新的绝招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到肩上来。你干嘛？哎哦，在我的旁边呼噜哦，啊，可爱哟。好，来站好站好，安安来，对，来到我的前面来。这个就是肩上猫安安，不要咬我的头发。安安好可爱啊，好可爱，虽然说一撮黑黑的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拖鞋猫太太。原则上每只猫都是亲人的啊。等一下我就上去把黑妞抓起来，这样。你说对不对，安安？你好，住哪？几岁？你看这一大盆，他们吃得完啊。好了好了，我走了。拜拜。无论怎么了，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靠墙啊，不然的话就容易被推倒。那今天就这样子了，碎碎念完了。哦哦，有没有怎样？没有怎么样。可是我又怎么样？变成那个迷宫。啊，你们有没有怎样？你们怎样就好。你有想按吗？你想按吗？那可是你就没有哎。啊，怎么办？有没有被爸爸欺骗的感觉？你这个泼人呢？好了好了，阿虎阿虎，等我一下。最后一包了，好了，要买的要买的。啊，你按你按，按了按了按了。按钮在那边，那里那里。好，按按钮，对，按钮在那里。谁说黑妞不能抹脸的啊？黑妞来，黑妞来吃，黑妞黑妞，对不起。我们来看一下我高雄旧的猫咪它的情况好了。你看多开心的玩啊，开启了新猫生。这不是巧合吧？他想玩按钮吗？你这个智商啊，太可怕了。阿虎啊，你吼越来越夸张了你啊！你想说什么呢？好啦好啦，都叫爸爸，叫爸爸能不跟你吃吗？你是真的学会了吼，这已经不是巧合了吧？每次走到我的旁边就说爸爸，这不是巧合吧？那你学叫姐姐好了。他想玩按钮吗？他想玩按钮的话，必须要到来一棒。你看他是说什么？他说按钮吗？好好。
来来，帮你倒，帮你倒，还是你自己倒好了。有啊，啥理由？没水倒。啊，给按钮，按钮去按按钮。好像的。对啊，他真的神猫呢你啊，感觉好像是我们开冰箱的一样的自然。你看嘛，欸，你可以不要这么的标准吗？他懂了，他真的懂。你看，他不会没有出来之后啊，就赶快狂按。他知道他一定会出来，因为有听到马达的声音。你这个智商啊，哎，太可怕了，不可思议，完全无法形容。两倍多次，这个太扯了啦，阿慧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真的忘记自己是猫了吗？改天你就坐在桌子上拿着筷子吃饭了，也不会觉得奇怪。老爷请用膳，真的是学会节制好不好？以后要不要给他点餐好了啦？多买几个按钮，让他点餐，想吃什么是几点，你就被人责怪好了。这样会不会学会用翻身去按按钮？倒了也可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，玩起来，你会玩吗？很快就出神入化了，你什么玩具都可以驾驭呢，然后超强。被你玩成无敌风火轮了，也不简单。你怎么那么棒啊？原来这个也可以躺着玩哦，超可爱的啦。嗯，这个小肉肉啊，安鸟喂哦，跟正是大肉肉。球在里面捞出来吗？怎么捞呢？两只手，你当是猫啦？怎么办？这考验阿夫的智商的时候到了，可以吗？阿夫，他把它倒过来，聪明喽。嘿，可是，你是把它给回复了？他是有回复的。哎，刚刚不是这样子吗？他就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，好厉害哦！哎呀，真的，他真的会，他真的会，这哪有那么简单学会？怎么可能？我想一下，人类要用的话，要这样子，太厉害了啦！好扯哦，他新玩具哦，所以才解送他的，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就学会了？他本来就变形哦！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好聪明啊！对啊，这个是真的等级的啦，阿户。好了好了，慢慢玩。嗯，你这一个肚肚，冬天很温暖吧？